大慈山万源寺即日起举办为期49天的精进佛期。有鉴于工商社会，许多佛弟子都非常繁忙，为了让佛弟子能够到道场与示众弟子修学佛法，大慈山万源寺从10月21日起至12月8日举办为期49日的精进佛期，智凯法师祈勉佛弟子能共同用功精进道业。我们忙了一辈子，大家现在啊，开始要为自己忙，那怎么忙呢？就是要用功，要用功。所以我们在10月份的21号，这个月再过2个礼拜，我们21号开始打49天的佛期，打到12月8号。那师父也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用功。那你不要讲说，我很忙，我都没有时间，你要拨空。那经典上面呢，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说，我们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，你就是要1日、2日、3日到7日，啊，念佛要念到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所以就可以到西方。佛说阿弥陀经有云，善男子善女子持念阿弥陀佛名号，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，其人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现在其前，其人即得往生。持念佛名一心不乱即得往生。十方新闻黄慧如黄凯杰苗栗采访报道。